妨碍野手处理球，不在此限。哇，你看这个认定就完全是看裁判怎么看。这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右外手过来接杀出局。哇，这时候被刘富浩来了一个飞身的接球，手背啊真的是太重要了，真的太重要了，手背你是在避免对方得分，嗯，所以避免对方得分的不是只有交给投手，就是投手后面的这些守备人员还有投手前面的捕手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小波 nice play， 这个球因为最后很快要落地了，结果还是被刘福豪的